来来来，那个我刚才听到你吹的是海螺是吧？这个螺能不能拿到镜头给我们看一下？嗯，怎么样？这个螺是在哪个海边去捡的还是买的？买的。啊，这是买的是吧？嗯，你们一直是一直吹海螺吗？还是中途也吹过牛角有没有？以前应该有。啊，那你们这个海螺已经吹了多少年啊？一直都有保持的，一直都保持的，嗯，来示范一下好吗？嗯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你吹海螺应该还是蛮有难度的吧？嗯，你吹了有几年？今年刚吹。今年刚吹是吧？怎么样？就是在莺歌队吹海螺喜欢吗？因为很多人都蛮，我觉得很多这个观众都是蛮喜欢这个海螺的这种声音的。虽然说它是配音，但是它起到了点缀之笔。嗯，好好，谢谢。
非常小的小朋友想加入这支队伍。好，OK。